喺最你主音就係今日揀咗之後，先發覺原來係一個好特別嘅節日，就係聖約翰誕生嘅之禮。咁對我嚟講係非常之好嘅，因為我中意約翰。咁亦都係覺得今日嘅讀經係俾我一個好好嘅反省，無論係對於我嘅聖召啦，或者係我嘅讀職，都係有好多部分係幫我做好反省。咁我想同你哋分享一下，因為可以分享一下嘅。咁係第一點咧，就係從讀經一以賽亞先知書，先知話上主由胎中召召了我。咁呢句説話係啱約翰啦，但其實都係幾啱我嘅，因為我讀大學嘅時候咧，當我同父母講清楚我決定入修院嘅時候啦，咁我媽咪同我分享一個小小秘密嘅，咁佢係由咗大一個 B B 嘅時候啦，佢去咗聖堂祈禱，同天主講，如果係一個仔，咁佢願意奉獻俾天主嘅，做神父。點知係個女兒，咁但天主有佢嘅自己嘅安排，所以去到第四個，我哋排第四係個仔啦。天主揀選一位啦，咁係天主嘅照料咧，真係好奇妙，冇得逼，亦都冇得搶。但係家庭嗰份支持同埋照料咧，係好重要嘅。咁我哋睇翻約翰喺福音裏邊咧。漸漸長大，心神堅強。咁我睇翻今次嘅今日嘅我咧，係同我家庭嘅背景好有關嘅，係由於一個身心靈健康成長嘅環境咧，使我可以成為一個有堅強嘅人。咁所以我要多謝就係多謝我父母。咁亦都係由於父母好熱心嘅。咁我好多機會參與同區嘅活動啦，好多時有神父嚟屋企食飯啦，咁呢種就好自然地啦。初年成派嘅時候就我想做神父嘅，咁但係呢個念頭就我離開咗我。咁係呢個就係第一點想同大家分享。第二點咧，又係讀經一所講，天主同以賽亞講，我要使你作萬民嘅光明。使我嘅救恩到達地極。咁我係上到神父啦，入到初中嘅時候，都覺得其實係發覺接觸信仰都幾容易嘅，神父係唔算少嘅。咁其實應該有好多地方係好缺乏神父，好容易去接受信仰。咁嗰陣時有啲念頭係開始想去傳教嘅，去一啲係比較難去接觸信仰嘅地方。咁但係嗰陣時唔知去邊。咁係中三嘅時候，我哋學校嘅神父咧同我哋分享中國教會嘅狀態。咁你可以諗下，係1979年啦。咁嚟嗰陣時係都係好地下嘅。咁我哋佢同我哋分享之後啦，我覺得嗰邊就係衰啦，要去就係嗰度。嗰陣時都唔知中國係點樣嘅。不過係天主嘅召叫就咁樣樣，透過一啲好似好簡單嘅方式。就係吸引咗我哋嘅，咁係呢個就係中心。咁後來咧，有一個耶穌會神父，我讀中六嘅時候，一個耶穌會神父去咗上海翻嚟，咁同我哋分享喺嗰邊接觸啲教友，咁嗰次係83年啦。咁最後佢亦都同我哋分享接觸大學生嘅時候啦，啲大學生叫佢帶翻一份邀請俾我哋法國嘅青年。咁呢句説話對我嚟講，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因為後期咧就係都影響好多，一陣會再講。咁係第三點，我想強調咧，就係耶穌嘅前驅就係約翰，所以佢使命咧就要為耶穌準備道路。咁我哋做傳教工作啦，唔係宣傳自己嘅，係為耶穌準備道路嘅，所以係。我哋要很清楚，就好似約翰喺約翰福音第三章嗰度咧，佢話耶穌要應該興盛，我就要應該衰微，要讓位俾耶穌。呢
呢個係我哋最重要嘅，唔係宣傳自己。所以教會傳統咧就係、隔幾年啦，可能五年啦，都要神父要調動嘅。啊，唔係因為唔中意個地方，可能甚至調轉啦，唔太中意嘅。咁但係點解要調動咧？都提醒我哋，我哋翻成功能到呢個神父嘅，係為咗耶穌嘅。所以係不斷調轉一個神父都唔係壞事嘅，因為我哋唔係為咗呢個神父而翻去嘅。咁所以呢樣嘢係使我哋都明白係。聖堂是天主的地方，我們今天來的也不是慶祝我的，就是慶祝天主為我們所做的一切。第四點呢，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讀經而強調約翰呢，就是說他會解耶穌腳的鞋，表示很謙常的。那我年紀越大，我越體驗好像剛才所說的，就是我哋都係天主面前都係好軟弱，亦都係天主知道曬嘅。咁但係雖然好清楚自己不足，但係更加清楚天主嘅愛、天主嘅照顧，使我哋嗰個力量咧係來自佢嘅。佢嘅大力先至係重要嘅。咁我可以係同以賽亞先知所講係講一樣嘅嘢，天主真係我嘅力量。你可以話正式工作的人不是我，是聖神，那樣才是我們有能力去做這些事。但是以賽亞都說我是白白勤勞的，好像白費自己力量。我今天見到人在這裡覺得是白費的，但是我們來這裡不是去賺誰，是賺給天主的。那是對我來說最重要，你們的臨在就是使我真的體會到天主的大家庭這份關係，彼此相愛是活生生的。那是對我來說對一個全球詞，這個體驗是可能最深的。無論是法國、香港、大陸、菲律賓，我去哪裡都體會到好像一家人一樣。那這件事是今晚你俾我最大嘅禮物，亦都係我咁多年嘅思想生活，我覺得係最重要嘅、最大嘅禮物。咁係第五點咧，福音就係話呢個孩子將來要成為乜嘢人物？因為上主嘅手同佢同在。咁好多次我再睇翻天主嘅工作嘅時候啦，我都覺得係好奇妙嘅。如果你問我，我嚟香港嘅時候會唔會知道我會做呢啲嘢？一唔會知嘅。需唔需要投入青年工作啦？需唔需要翻大陸？嗰陣時啲老實話，翻唔到大陸㗎，唔使考慮薪金。但係啲嘢咧就係、咁樣嚟。天主嘅計劃咧真係好奇妙嘅，亦係頭先我講八三年啦，個上海嘅時候嘅青年就話我忘記我哋。咁我離香港之後，就係唔係我揀嗰陣時，會書記叫我做青年工作嘅時候啦。我後期喺大陸做多啲，今時今日我要讀博士嘅時候，就研究大陸嘅青年。咁係實際上三十年之後，真係我忘記佢，但係唔係故意嘅，係當我回顧翻嘅時候，發覺真係好奇，我已經忘記咗呢件事，但係當我回顧嘅時候，原來真係好特別嘅。咁係我諗真係奇妙嘅，就係天主係我哋身上做好多嘢嘅，所以係值得感謝天主。咁最後一點咧，想同大家分享啦。今日係聖約翰使者嘅誕生，唔係殉道嘅日子。雖然著紅色，因為慶祝，亦都係因為聖神神父個顏色嘅。所以耶穌的誕生，約翰的誕生是一個開始的。那人周年不算是一個開始，不過希望還有很多年的。那我們將來會怎樣呢？也都不知道的，也都不緊要的，因為這人年的經驗使我很放心的。天主一定會有他的方法，他的帶領。那我們我可以話呢廿年嘅傳教工作啦、經驗啦，要問下要講乜嘢，冇人
我哋呢度唔係乜嘢任務嘅，但真係好好睇嘅。咁其實我都好感激嘅。咁呢個仲有好多嘢要分享啦，可能講啦有時間長啦。咁但係我都希望啦，大家透過我今日嘅一個小小嘅分享啦，每個人都可以回顧翻自己同主嘅一份關係。每個人都有份召召嘅，每個人都有份使命。而係我哋都唔知道將來會點樣，只係我願我願意開放啦，好似約翰一樣啦，願意為耶穌準備道路嘅，願意同聖神合作，咁我哋就可以咁樣去發揮天主俾我哋嘅使命。呢、這個就係我哋每一個人嘅福分。我希望大家更加珍惜，亦都係特別珍惜我哋呢個大家庭嘅關係。我相信對呢個世界充滿不和嘅世界啦，我哋係互團結共融嘅見證啦，係最重要嘅，所以我哋好珍惜，亦都特別感謝天主，使我哋一心一意。